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各位维新圣教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啊，讲解台湾寺庙风水学之漫谈。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用，也是必有其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尤其寺庙的风水啊，若是对了，神威显赫啊，当地辖内百里三街万里都有所依归，辖内的家家户户都会得到平安，得到庇荫和保佑，而且会带动地方的繁荣，这是最上上之产呢。曾经有一位警界的老朋友，他告诉我说：“老师啊，啊，我们附近自从有来了一家庙以后，附近的民情比较淳朴，而且一些不良迷失的年轻人渐渐的减少了。这难道是寺庙盖起来以后所影响的吗？”我说没有错啊，这个是神威显赫，尤其迷失的年轻人，他的灵性没有依归，他的灵性，他的心也不知所措，所以任由他的冤亲债主依附在身上，做出不可理喻、让人不可原谅的行为和动作，他也很苦，他的思想啊幻化，他的思想啊，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所以你回去，你冷静的去了解啊，这个庙附近的众生啊，他回去了之后，明察暗访，发现原来迷失的孩子、年轻人，怎么一个一个啊都稳下来了？都发现他过去的行为不对，所以在家忏悔，那这就对了。啊，你们从事治安工作的警察们，对于这一种迷失的羔羊又走回来了、稳定下来的，要给予勉励啊，给予信心，给他就会有力量啊，不要常常去看他是问东问西
啊，把一些糊涂的人，一些怪案子行为都怪到他们身上去，这样是很不公平的。佛家说了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位高级警官他说我知道了，再过一段时间又来仙佛寺啊，跟我聊天，他说师父啊，你的理念非常的好啊，给人信心，给人力量，给人智慧，甚至给他财富哎，啊，所以这位警官啊，跟我说谢谢你。我以后啊，对于寺庙的神威显赫，我更加的有信心了。所以神威显赫不是空穴来风，神威显赫是道道地地啊的真传呐。希望各位。希望善诸事，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有学风水啊，无论人家寺庙大或小，若是有风水的，那我们要给你赞叹。俗话说，庙不在大，有仙则灵。啊，庙不太大，就是要有风水，符合风水的法则，啊，那这一个庙就会香火鼎盛，人也会平安，辖内方圆百里都会受到庇荫，这是真实不虚的真传呐。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各位啊来谈台湾寺庙风水学。在台中市汉墟太平乡啊铺子坑啊有一家就是啊朝圣宫啊，朝圣宫是妈祖庙，大甲镇南宫的婚事啊，婚庙啊，镇南宫的啊香火婚出来的朝圣宫，朝圣宫的地理非常的好啊，真是地灵人杰。朝圣宫的地理后面是山。大坑的地方，在这里啊，他做耿山婚像啊，前面的汉溪的水龙水来啊，这里抱到外面来啊，所以这个朝圣宫的庙这是地灵人杰啊。台湾黎明淹没星空庙的弦。
各位维新圣教，啊，各位贤士及十方善诸士，有庙必有其灵，大庙、小庙，啊，神明都是慈悲的，啊，都是神威显赫，但是要有风水学，如法的风水学，山川的灵气、地灵人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啊，台中市汉溪啊，埔子坑朝圣宫妈祖庙，啊，这坐埂山坤像。后面都是大坑的山，背景背后的山，有山就有贵气，有水就有财气，啊，来这里朝拜的，啊，你会得到山的灵气的庇荫，啊，会得到神威的庇荫，头脑清醒，智慧清醒，做生意都会赚钱。这个朝圣宫啊，啊，是大甲，啊，镇南宫的分火，啊，在很久以前，分火在台中市汉溪的地方，在人家的家里。啊，那过一段时间后，啊，那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们很热心，啊，要为妈祖盖一间比较庄严的寺庙，啊，原来是家庭的小公庙，啊，后来呢，啊，时机成熟，声威显赫。啊，就在台中大坑前啊，埔子坑啊那里呢，啊，买了一块地，一甲多地的啊山坡地，经过开发整地，一个平台，非常非常美的平台，所以。啊，平台整理好了之后，啊，他们要建设，要设计，要定向。啊，当时的委员，啊，就是我们的老信徒，啊，是阿基啊，啊，他们呢，还有一个蔡先生。啊，我们的老信徒，啊，在那里，拜拜，啊，要设计的时候，他们就推荐，啊，我去帮他这个忙。但是阿基啊，来问我说可以，但是你们要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在妈祖的前面去保碑，啊，那保碑呢？啊，你们所有信徒还有委员，他们有认识的地理师，啊，你去啊禀报天上圣母，啊，借天祭天台，地行王借天三天三夜，啊，请。天上圣母降尊灵来指示，啊，看哪一个啊比较有缘，要为妈祖服务的啊地理师，啊，结果啊，那经过各方的介绍，有九位啊地理师，啊，都是很有名的地理师。
啊，经过三天三夜的祭天之后，然后宝贝由委员一起在妈祖面头前宝贝啊，结果啊，宝到我这里宝了七杯，连耍七杯，其他的都一杯两杯，表示这个缘分要我来为妈祖服务，所以我就很感恩妈祖啊，他借这个机会给我开智慧，我也可以为妈祖来服务啊。所以当我到了那一块宝地之后，我看到正中央那个穴的中央有一道光，很强的光，红光七色的光，一束光往天上，那我就赶快到那个地方把它啊插个分金线啊，插个这个买了分金砖啊，而且我就请啊他们找建筑师设计啊，那么委员会的他师傅请你一起帮我找建筑师，所以我就找了台中市啊邱金印建筑师，也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应用易经研究所所长啊，圆泉法师邱金印啊来帮忙设计啊，所以邱建叔叔设计经过多方的讨论，经过妈祖的指示啊定案了，所以就开始盖啊，盖起来呢啊非常的庄严啊，非常的美轮美奂。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分金线定好了啊，那个分金的地方定好之后啊，当地的委员他们拿了相机一拍照，拍照起来就是一束光，红光通往天上，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所以让所有委员信众大德们啊升起无上的法宝和信心啊，这个信心一出来了，大家出钱出力就来要盖一间美轮美奂庄严的朝圣宫啊。整个的第一段的过程啊，所有信众大德都欢喜的来护持，而且很热心的来护持，这即是地灵人杰啊，感动了啊所有信众大德的信心以外啊，让他们信众大德有求必应的啊，都来啊护持，来捐献布施，终于盖起来了。这是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的各位维新神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研究易经，研究风水，两者都不可缺啊，必须要懂得易经和懂得风水，你才能十全十美的为神服务啊，为众生
十方大众为公司工厂服务，所以一间太极，这边是风水，啊，这是灵光，也是神光。啊，风水学，是属阴，紫色界，现象界，这么属于空界、神界、神光、灵光。而两者你都要懂得易经啊，这边是易经，这边就风水，易经风水啊是相辅相成啊，不能分开来论，所以神里面也有这一点是因的啊，这风水里面这一点是阳，也是神，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道理的调和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间庙啊，我把它点好了之后，把这个地形左辅右弼。把他们把这个切下来，把它切下来，啊，铲平，啊，那这里正中心点，正中心的地方，就一道很强的光往上，这个太极穴就从这个里面。这么一个太极和金丹把这个真气与天界九大行星啊都有相互的感应，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把它选在这里盖了庙。非常庄严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诸士，你们有空有时间你们就去参访去参拜台中县太平乡，也是台中市隔壁啊，叫铺子坑朝圣宫妈祖庙，声威显赫，所以也带动了附近，现在附近都很繁荣啊。经过台中市政府的规划啊，那这个朝圣宫附近荒原及里面啊，都是高楼大厦林立，但是没有影响到风水学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拜拜也要懂得风水啊，有没有灵，神有没有灵，你懂得风水你就可以了解了啊，若是你不懂得风水，看人气人潮香火鼎盛啊，那就表示地灵人杰，身位显赫啊，寥寥分明啊。
朝圣宫的设计是由台中市邱金印建筑师事务所邱金印建筑师设计。邱金印他发愿，他要盖48间的寺庙，啊，他都会以啊布施奉献的啊精神来为神佛啊设计好的庄严又安全的寺庙，又符合风水学的真理啊，所以寺庙的风水你要如法啊，人的住家也要如法，那么人与神的居住环境啊，都如法的时候，神也香火鼎盛啊，的人的住家啊，子女金玉满堂，祖孙满堂啊，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诸事啊，朝圣宫的妈祖非常非常的灵啊，而且非常的大慈大悲啊，他不管你有没有钱，反正来拜妈祖，妈祖都会给予安顿他的魂魄，加持他的智慧，灌顶他的智慧，所以人一旦有智慧了，事业就会顺利，一旦有智慧，人就会成功，考试也就会成功。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及十方善诸事啊，神都是为众生来啊赐福，无论大神小神，都是啊有他的慈悲和慈悲愿力啊。所以今天我介绍朝圣宫啊，是有神威显赫，妈祖的神威显赫啊，妈祖的慈悲怜悯众生，所以我们要去顶首顶礼。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事啊，我们本宗门的修行强项就是易经与风水啊，你易经与风水你对了啊，你走到哪里你都能够了了分明啊，你走到的庙你也可以从这里学到很多很多的风水学的智慧啊。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诸事，我们要研究风水，除了住家以外，工厂以外，寺庙的风水是经过神或是大师的精心设计，所以我们可以到寺庙去研究。寺庙的风水是公开的，大公无私的，而你有心研究风水，任何一个寺庙你去那边参香参拜，然后研究风水，神也会给你智慧和信心。所以朝圣宫
的风水学啊，值得我们各位同修大家去参考去学习。所以老祖开示啊，三分风水七分做，三分的风水很好，但是七分做错了啊，你也不行。所以风水学啊，这三分的风水七分做，往往上天啊要给我们一个道场，往往众生的福报不够，都给我们四分之一而已。四分之一的风水，你再加四分之二啊的智慧，那就可以满分了。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啊，是要有这个灵机灵巧，你才能啊建设一座好的风水。所以寺庙风水啊的吉凶祸福和坐相当然有关系，但是坐相啊不一定要符合住持他的本命，若是依照住持本命去盖去立相，那就错了，那就是由我执私心，所以你的神威显赫发挥不出来呀、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是要了解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才之道，我们都要具备，庙的啊才会盖的啊美轮美奂。啊，庙才能够让神居住了，神会显赫。还有三界万灵来了，才能够安安静静的在庙里面随神佛修行。啊，这地方才会平安。若是风水学盖错了，神也不安，灵也不安，那当地附近呢就会有常常发生不好的事情让人起烦恼心。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和研究易经责任重大，地方的安危啊，习以啊风水学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寺庙里面的人员的管理问题啊，再来和信众大德啊的交流啊管理问题啊，都是需要相当相当的智慧，否则的话庙香火不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来到仙佛寺问我说，师父啊，奇怪，我的庙呢现在呢香火都没有了，都断掉了啊，而且呢啊香油要找不到钱来付水电费，那这是你的有问题嘛，你的庙的风水你的盖的有问题，而且啊你的人事人员没有确实的修行，没有为啊民众为啊信众大德来做祝福做祈祷的修行嘛，
所以难怪你会香火旺不起来。所以三分风水，七分做，七分就是人为啊，人为呢占了七分啊，人啊的重要性相当相当的关系到香火的问题。所以大家啊，妈祖的婚龄到台中的啊朝圣宫，这个地形就是这样啊，后面山啊，这后面这山大坑的山啊，那这一个呢设计起来左右厢房，中间的中庭啊，中庭啊，那前面呢啊的路这里弯起来啊，然后在这里啊做一个水池，因为这里的水离了很远，所以前面我就跟他建议啊，这一个水池能够纳气，将这气能够守住啊，而且现在悬空哀星258啊，在后也在前也在中宫啊，连珠啊，连珠穴啊，所以朝圣宫的风水宝地啊，是一件我们研究风水学的啊，欢迎各位来研究啊，能够让风水更加的完美啊，神威也将更加的显赫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要为寺庙服务，你务必要有相当相当的实修，否则的话你只看到表面，你看不到里面的骨髓啊，骨髓没有看到就进不了心。所以风水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尤其一家公司他为什么事业一直做不起来，风水都有问题嘛啊，风水有问题了啊，任你百般的矫计，百般的努力，到最后都是不顺利，因为工厂公司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而已，而且还有集合那么多的员工，那么多的员工他们没有得到啊很平和很祥和的真气的时候和磁场的时候啊，员工头脑也不清啊，员工的心境也不灵啊，头脑不清也不清静也不灵，那事业怎么可以顺利呢啊，所以风水是人的生命啊。各位维新贤士，各位死亡善知识，一座庙，神也好，佛也好，道也好，上帝也好，啊，穴很重要，它的基座啊的安置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若是你没有如法来做，神灵也兴不起来，旺不起来。啊，朝圣宫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当时要啊安坐的时候啊，我就建议他啊，这个做一个八卦
八卦形，啊，空空的，看是基座有多大，多大，啊，你就这个圆圆的八卦形，用砖子把它砌起来，砌成八卦形，然后你要安神，和神灵会发，那你就要诵经，诵经，用文书来诵经，诵越多的经越好。啊，当时朝圣宫要安坐的时候，之前啊，我也告诉他们，建立他们，你们要鼓励所有信徒，大家诵《天上圣母真经》，然后写文书，我有文书，每个人自己写一张，诵一部就写一张，然后集合起来，集合起来，在3月23日，妈祖的圣诞日，你们把这一个文书全部烧在这个基座里面，啊，然后这里第二要添白金刚砂、白砂、北砂，北砂是清净的，妈祖神像坐的地方要清净的，北砂。啊，第三要有金钱，啊，添到这最后一层，你要放很多的，我们的50块、10块、1块的金钱放在里面，到第三上面一层，你才用封顶。用封顶呢，用了石板来封顶，然后妈祖就坐在这上面，神会显赫。当时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他们说，你要把这个的文书，妈祖的文书，送的文书烧在里面，里面要有水，会有水出来，那个蒸汽就化为蒸汽水，所以这个基座下面有这么厚的水。在山上水哪里来？没有地方来，它很自然就会冒出这水来，不要怕，那是蒸汽。所以文书一直画下去，画到里面去，然后白沙把它添上去，添上去呢，在最后一层呢，啊，你就要放金铜币，然后再盖封顶起来，就完成了。啊，以后妈祖的圣像安坐了，就在上面，神威显赫。千年以后还是神威显赫哎。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今天跟各位谈这个，希望各位同修未来有机会服务寺庙，要建设的时候，要安坐的时候，那一个一些法仪要弄了清清楚楚，神才会兴，人才会旺，丁才会盛，金钱才会源源流长，这是我们寺庙风水的真禅奥义天机密，我今天把它公开来
啊，让各位有心要为寺庙服务的，啊，奉献你的风水学的智慧的，啊，也一个参考。也许你有你的妙法，我有我的妙法，是王禅老祖所盛世的妙法，啊，所以这个平常一般人不会去讲，也不有的也不可能知道，啊，既然有这个天机，让神威显赫，啊，人民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都能很健健康康的地方繁荣，这是我们何乐不为呢？啊，这一个基座的安座方法，在本维新圣教台南道堂，啊，这个基座的安座也是同样的真理来安座，啊，当时那个穴，基座下面，啊，也是冒了很深的水，也如法来交代，指示按照这步骤来做，来去执行，所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必得神威显赫啊！啊，我们维愿呢，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啊，十方善诸事，你们要盖庙，一定要很小心，啊，不要用人为的方式，啊，自己想象的空间去做，这样无济于事，反而会弄巧成拙。啊，我们由神啊来做主，来指挥，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即是功德啊。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啊，今天呢，我提出的啊，大家妈祖庙的婚火啊，在台中市啊，这个啊太平也是北屯区的坡子坑朝圣宫啊，下一次呢，我会来为各位解说啊，芙蓉宫的风水宝地啊，祝福各位。